那吴天来，你的美食部落格也可以接受委托吗？我很少去接受这样的委托，因为几乎一年365天里面，大概有300天都有人来找你吃东西。哇，很苦恼的，费心。所以你没有订不到的餐厅吗？你最近又遭到什么打击了吗？很多啊，还是有人不鸟你哦。有一家烧烤店，我一直持续都订不到啊，我现在已经不去了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友在游戏里面开了一家餐厅，他帮餐厅名称定位就是小 S 订不到。你会有没有经历过，你打去那个餐厅，然后报上胡天蓝的名字，他跟你讲说不好意思，就是客满。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去说我是胡天蓝去订餐厅，而且我不喜欢去凑热闹。生意太好的餐厅哦，我觉得人一多的时候里面的空气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吃东西其实是喜欢在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我比较喜欢很重视气氛。他很像卡通片里的美食家，他隐姓埋名的去吃，然后你有遇到过人家认出是你，就故意煮一些很好吃的一般顾客吃不到的东西给你吃？对，通常会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都很想办法，就是说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，因为我们周边还有其他。小坏也太嚣张了吧？对吗？是应该是追逐顶级的料理，他竟然要尽量避开好吃的料理。对，因为他就是希望一般人也花钱也吃得到。因为你要吃好吃的东西，应该要就是说随时都要自己花钱，尽量要考虑自己花钱，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喝喽，请。宝泉要一杯吗？哦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很容易喝哎，这是一个很随和的酒。因为有些酒是你一喝我就觉得。就是不管是太涩还是太重口味，你会忍不住皱眉，你会去排斥它，你的味蕾会去排斥它。那胡天蓝呢？你会讲这个酒怎样吗？酒真的很香醇，感觉它的葡萄真的蛮好的，这品种应该蛮不错的。嗯。我讲容易喝，他就故意讲说什么？知道是葡萄。我以为是甘蔗哎。其实没有什么太专业的。天哪，你吃饭的时候喜欢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讲解吗？嗯，看什么样的人，像他这么专业的这种品酒师，我觉得还蛮享受的。OK， 因为你每一次吃一次饭，不同的菜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帮你。好，拎了，拎了。哎，你是第一个，我是比较偏向这样子。你应该只想要喝下去。请问胡天蓝老师呢？他最喜欢吃什么面 ？A 上面 ，B 下面 ，C 椒麻拌面，请作答。你给我出去！啊，上面下面只有椒麻拌面可以吃，那椒麻拌面要麻烦我们做一下啦。胡天蓝那么高雅端庄的老师，你开这种玩笑干什么？因为没有人在吃上面跟下面，这个都不是面啦，椒麻拌面它才是真正的面，刚刚是一个幽默啦。对，椒麻拌面，胡天蓝老师，请讲一下椒麻拌面推荐的原因是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比较热。你常常吃牛肉面，尤其是女生啊，像 S 这么漂亮女生，会吃的大汗淋漓，然后那个妆会花掉。所以我觉得天气热的时候吃他那种干拌面，虽然也会全身发热。连胡天蓝都要拍你马屁。对啊，可是他讲话就是很实在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因为很多女生实在也知道我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身边所有的人说你要去 S 的节目太好了，我可不可以跟着去啊？他们都说你太漂亮。所以没有人在乎蔡康永。谢谢你提醒大家，它味道已经全部到位。我竟然打算直吞，不给王姐。啊，王姐还说面试味道。不是，这个师傅应该很高兴。这个天蓝老师一拿到，就忘了，闻了闻，他就忘记给他。我说天蓝，这一碗不是给你的，还要分我一点。天蓝，这个是你会推荐给别人的面吗？还是跟你？我不太会推荐给人家，因为台湾的港厨几乎很少做这个面，我怕做失败。OK， 最简单的东西最难做嘛，所以今天这个你觉得好吗？用砂锅来煮的话，师傅能这样很厉害，我必须要说老实话。你有语带保留，可是我刚才是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五星级饭店师傅当然没有话说。可是你嘴巴很硬哎，你觉得要夸奖他？所以你觉得是怎么哪里？你如果不想夸奖，你刚刚干嘛扒住一碗面不放啊？因为我刚刚已经吃到忘了。哦，好带劲！西里为难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胡天蓝介绍是那个刀削面，然后他介绍是个刀切面。你觉得胡天蓝会愿意称赞他的那个刀切面？以他嘴硬的程度，我觉得绝对觉得自己介绍刀削面比较厉害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家面店是我第一个写的。
哎呦，我怎么会对不肯定？你怎么知道是你第一个写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是在民国81年就写。他有抓住老板的领子问说，有没有人写过？最近在减重的胡天蓝老师，他刚刚跟我们说他减重减了几公斤，我还蛮惊讶的，也想说奇怪，怎么都看不出来。你减了几？你减了几公斤？7公斤半。因为衣服都没有换啊。我总算想起来胡天蓝老师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那么眼熟。因为我有不祥的预感，因为他每次来我看着他的脸都觉得我好像在跟某个人说话，我今天总算想起来，你想起来是谁了吗？对，范可卿。范老师啊，其实他汤里面放番茄是蛮不错的。你不是在减肥吗？你为什么一直捞料？我拿的是高蛋白食物啊。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可是胡老师，番茄算是蛮正常的食材啊。是啊，可是番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汤又在夹别的。别讲别讲，我们这边有很多菜，你可不是我在寻找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怪异的东西。你要不要过来就是指导一下他？没关系，那胡老师专家，因为番茄放在里面其实是有点蹊跷的，跟那个他加的那个东西是可以有互补的作用。哎呦，对，跟番茄互补啊。是 S 刚才喝汤是喝不出什么端倪，我觉得喝起来非常正常哎。啊？没有，它有分前后段，后面不太一样。所以胡天蓝是在验尸吗？其实有点没食欲了，被胡老师这样紧拉一下。胡老师，你这样餐桌礼仪不是很高。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吃的话，就吃这一锅。平常我们也都会吃，那其实可以吃一下啦哈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，这可以吃来闻一下。丁小晴，它的玄机是来自于它的调味料。不是它的面条，可能不是真正的面粉那类的，是像侦探哦。老师他是怎么死的？你说谁杀他？芝麻面啊，芝麻面条。接下来 CSI 台北就是由胡天蓝老师做组长，李组长，我现在牺牲了，眉头一皱。可胡组长的特色就是每次都把它吃掉。局长就会说尸体嘞，吃很慢，他那个动作，老师的动作是放晴天。其实很好吃，提醒一下，提醒大家一下，它其实跟色泽有关，好像是仙，好像仙草的味道。你还醒着？组长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睡醒了是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里面加了什么料呢？你看对了，胡组长对了，胡组长先到，我来的。胡组长眉头一皱，他影集真的要开拍了。怎么吃出仙草味的？因为它那个气味哈，跟一般我们调的香料不太像。还有我想起来，我上个月就是去那个苗栗吃一个仙草店，到底怎么死的呢？里面就是放这个东西，它的面好像就是放这个东西。这是吃仙草噎到吗？这个在密室中自杀。哎，没给我哎。啊，马上来。没事，每一层都有玄机。感觉是芝麻饼干吗？不是，没有这么简单的食材。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出现在海盐甜点里面。Oreo cookie 吗？哎，对，不是。跳跳糖？不是。对，怎么有东西在？我知道有，你讲对了，有一点点跳跳糖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有东西在颤抖？啊，好跳哦！但是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不是重点吗？那不是苏打。苏打粉不是不是，苏打粉应该不是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吃到它，盐巴、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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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，但是它的蒜头味比较弱，有，可是你要咬久了才对，那个蒜头是熟的蒜头味，不是生的蒜头味。蒜头，老师你说得出蒜头？老师你真的是，你真的，他继续给我们看答案吧，我要看一下答案。可能有人猜到了。
谢谢你。你再咬咬看，蒜头味很重，这蒜头味很重啊。一开始吃太累了，你吃，你刚刚吃你会觉得它是，你不要表现的好像我们舌头就死掉了一样。是有大蒜面包，你做人不要太嚣张了。所以肉肉，你没有见过胡天蓝老师？哎，没有见过。那你读他写的美食文章都同意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吃的比较见仁见智啊。他不同意啊。那你知不知道胡天蓝老师以前出过三年全露写真集？胡天蓝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他记错人了。哎，这很好吃哎！对对，开玩笑，很多这种小菜就是说什么，你冷了都很好吃哇。基本上它虽然说干，墨鱼干很好吃。你说它是干，可是它里面非常的嫩呢。还有肉好厉害哦！他其实他这个师傅做的菜我蛮喜欢的。为什么到你就变成验尸的音？很适合。你不要露出在验尸的表情。今天那个验尸官来了吗？有哦。胡天蓝来了，哎呦，所以你同意薯条是入门的吗？我平常不爱吃薯条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粗的薯条，嗯，像地瓜的那种，对，比较粗，因为我以前住加拿大，所以我比较喜欢那种粗的薯块，那种一般素食店那种细细的薯条，我觉得没味道。他以前住加拿大，应该是骗人的吧？他的 wasabi 是少女型的 wasabi， 真的假的？没有，就跟它的颜色，还有美乃滋，里面主要是美乃滋，就是有 wasabi 加美乃滋那个感觉，然后是湿湿软软的那个口感，对。它上来的时候就有这么多层吗？好，我觉得那蓝乳酪的味道会。现在在找子弹，在找子弹。到底在找什么？哇！应该杀了27刀吧？你可能摆出咖啡厅应有的形态。习惯讲别的美食家的坏话，会软软的吗？应该是过世后才被丢到水里面去，是吧？怎么样？它是怎么死的？这个味道可能对胡天蓝来讲会不会太孩子气？我觉得它好像不适合出现在咖啡厅哎，它应该是没办法享受少女美食吧？你说胡天蓝这个人吗？还是这个菜？胡天蓝这个人。所以你说咖啡厅门口都会贴说禁止摄影、禁止狗，然后禁止胡天蓝，因为他一去那个咖啡厅的气氛就走掉了。如果他用那一种法式的芥末酱会比较好吗？而且曲老师有没有发现，全世界只有台湾的美乃滋是甜的，对，太甜了。它不应该是这样，它加了什么东西进去就不对了，因为它不能影响这个东西的味道。因为你如果在美加地区的美乃滋，又在炫耀自己待过美加。这次都有美国，刚刚不是只有加拿大吗？所以胡天蓝老师，你吃到好吃的甜点，你还会跟那个甜点自拍吗？会自拍，可是我会话很多，就是想要小拍手的感觉，会很想要去拥抱那个厨师，然后被厨师飞踢。我觉得胡天蓝应该是很想吃芝麻球这类的东西，破猪包。我也很喜欢吃那种 waffle， 也很喜欢吃那个 pancake， 好吗？是。不过 Michael 可能想跟胡天蓝讲一件事，就是 Michael 也待过加拿大。哦。要聊几句英文吗？ Of course。他待过加拿大，而且他很喜欢听 jazz 的音乐。Saxophone。对。你是加拿大哪里？温哥华。我温哥华也住过，但是我住在多伦多的时间比较久。OK， 多伦多的英文是 Toronto。温哥华啊，温哥华 ，Vancouver。哎呦，我想要学滑雪，这句怎么讲？不要烦他。但我比较怕胡天蓝老师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天老师很厉害，然后他感觉很难取悦。对，因为他，我最近才知道他在美食圈有灭绝师太这个。哇！其实你在我们这里还好吧？你很少灭掉别人啊。我也很担心，我觉得不公平，因为我是刘真老师的粉丝。你是刘真老师的粉丝吗？他们俩在交往吗？不是，刘真老师有什么好成为他的粉丝的？我很会跳舞啊！我每次看到刘真老师跳舞的那个婉约的样子，我就在想，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少吃点东西变成他这个样子？不是啊，完了。所以刘真老师，小 S 老师跳的时候就真的是难过了。我本来觉得你还蛮有公信力。我看结果，安慰你，跟你讲，我们也有分数可以给，所以刘真每一道胡天蓝一分一分。
不过以头发长短来分的话，胡天蓝就可以挂上美食界的小 S。哎。本人在现场，美食界胡瓜还超多。我刚刚用这个那个汤匙切开的时候，它里面颜色还呈着粉红色，嗯，而且它的那个掌翼旁边那些蹼啊都很完整，嗯，它都已经软化了，可是它这个部分还保持到那么就是说没有支离破碎，我觉得他做的还是。那你觉得谁杀了他？好好，我们的当当师在外面呢，米其林。嗯，好香哦！哇，好感动，我快哭了哎！非常喜欢，根本含在嘴里，根本还没有咬，没有咀嚼，那香气就冲到鼻子。嗯，所以你是有在迷松露的人吗？嗯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吃黑松露，我没有那么爱吃白松露。你有在迷小 S 吗？那还用说吗？你们两个要这样子吗？威士忌味道太淡了。店长，店长，威士忌要拿来。拜托，真的，威士忌拿来，我自己加好不好？啊，这边你可以自己加威士忌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浓的话，哈，你们要当成什么酒鬼啊？整罐，真的是很不尊重你。没有试试酒，你帮他们这样试，是试试看，看看这个量是不是会有客人喜欢。1:1，确定？好可怕！九个。现在就是有咖啡香，但是有 whisky 香。现在再没有，你鼻子就有问题了吧？Sorry， 真假的？但有了。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嗯，好喝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